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亚迪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要宣告上帝的话。让大家站起来，一同祷告。我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乃是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耶和华而来。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大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下次让我们默祷，预备心，准备进入今天的敬拜。大家预备心，阅读。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宣读今天的金句。今天的金句取自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六节。今天的金句第一开头金十三章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主耶稣讲：“我所去的所在，我未晓个。”你不要对我去，后来却不要对我去。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要来唱第一首诗歌。我们唱歌站起来，我们唱歌来吟诗。让我们一同来祷告。让祷告来祈祷。满有慈悲怜悯的天父，满有慈悲的天父，我们要将今天的这一个敬拜仰望在你自己的恩手当中。我将今日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你来看顾保守你的一切的孩子。有你看顾我一列血件的，不管是在线上的还是在线下的。无论在线
创造的。你来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一同来领受你的恩典。我愿在主的面前要三个领受主的恩典。主啊，你来赐福于你的教会，要你祝福你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永远充满了信心与盼望。我愿在主里面有充满盼望，能充满你所赐的喜乐与平安。你充满主里，让我的喜乐和平安。那其中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生病的，有那的姊妹当中有会破病，求主你施予医治和帮助。有的医治帮助你，他们遇到有困难的，有遇到困难的，求主你自己来帮助他们，有的帮助你，你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我要应有。特别的需要，也有的弟兄姊妹他们软弱的，会软弱的，求主你自己来刚强他们，有的刚强人，让他们可以重新能够站立起来，我也要他们站起来。主啊，我们愿你自己的恩典常常来伴随我们，主你恩典来常常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候，特别就在黑暗的时代里面，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在苦难当中，主啊，你特别来恩待保守你自己的儿女们，有的这些恩待主你的家人。主，我们也将印尼这个国家也交到在你的恩手当中。我呢，将这印尼国家用武力。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我知道现在疫情真严重。在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受到真多的抗击。主啊，你来赐给政府能够有智慧来处理这一切的问题。有的时候政府就得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情。愿所采取的这一些的政策和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我觉得这样的在行方面有实在的落实。以致这一个疫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我觉得疫情要得到很多的控制，人们的这个经济可以慢慢的这个好转，我觉得经济有好转，我们能够回到这个正常的这一个生活中间去，我们要先回到这个真正常的生活当中。主啊，求你自己来施予怜悯和帮助，有你怜悯帮助，使整个印尼的百姓可以在其中安居乐业，我觉得印尼也得安居乐业。主，我们在这里也是要特别的将今天的聚会求准自己的恩待，我们在这里我们所分享的一切的信息，我今天就分享的信息，求主你自己来使用，有的真正使用，使我们靠着你的话，我们靠着主的话，我们可以得坚固，我们得到坚固，让我们存着信心与盼望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这次到主的面前，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将以下时间恭敬在主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要说他的圣名，阿们，阿们。
下面我们来起印今天的经文。我来起印经文。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起印经文取自于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台上起众弟兄姐妹来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圣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我们一起来，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一同来唱第三首诗歌。来唱个音乐上休息。下面我们要一同来宣读我们的使徒信经。让咱们来读使徒信经。先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与历世历代众信徒一同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约翰福音第13章36节到14章第7节。我们今天来分享主的福音，就是约翰福音13章36节14章第7节。让我们先来宣读今天的这一个经文，13章36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你往哪里去？耶稣应说，我所去的所在你现在不要带我去，后来却不要带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不要带你去呢？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说，你愿意对为我舍命吗？我实在跟你说，你过去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人心里不能忧愁。你们信靠上帝，也当信我。人信靠上帝，也就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在我的父的家有很多店的所在，若是没有，我早已经跟你们说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所在。我去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若去为你预备了所在，就的确过来接你们去。我在那里叫你们，我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我往哪里去那条路你们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多马对伊讲，主啊，我唔知影你到往到落去，安怎会知迄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讲：我是道路、活命、真理、活命。若无就着我，无人要到我爸遐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你若认不我，又认不我的爸，对他以后你不认不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读经到此，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的基督，满有慈悲怜悯的天父，满有怜悯的天父，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今天到主的宝座前，来寻求你话语的教导，来寻求你的教导，求你赐给我们有聆听的耳朵，你受教有听的耳，愿意受教的心，愿意受教的心，以致你借着圣灵将你的真理向我们讲解明，用你的圣灵来解决我们，解决我的心。主要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将以下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你来保守台上的你的两位孩子，你保守你的台中那个儿子母子，能够将你的话语能够解释的清楚明白，也要将你的话讲得清楚明白，让我们听的讲的在主耶稣里边一同得益。我们听讲的都要在主面前得到利益，我们可以一同受教，我们三个来受教。愿主来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愿你来祝福我们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一段经文来讲一个主题，我们对这个经文来讲一个主题，就是当信主耶稣，就相信主耶稣。要我们知道关于信主耶稣这一个主题，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讲了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讲到这个主题，我们就知道我们了解，但已经讲到很多次了。但是我们知道信主耶稣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全部，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是我们信仰的头一步。我们今天也要在这里再一次的来学习这一个主题，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学习这段的经文。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先来了解一点点的背景，我们先了解一点背景。这一段的经文是主耶稣他在这一个准备上十字架之前
这个故事就是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他给他的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嘱咐。一个是我讲向耶稣见到超真的真重要的祝福。要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跟他的门徒们一起吃了这一个逾越节的晚宴。我们看到主耶稣跟学生吃到这些的晚餐，他也依次给这些门徒们一个一个帮他们洗脚，一个一个学生一个一个给洗脚，并且赐下一个彼此相爱的命令，说了一个相爱的命令。接着耶稣基督呢也预言了自己将要被出卖，叫做主耶稣基督的预言是一家的已经被人出卖了，同时也预言了彼得将要三次不认他，被预言是彼得三次不认他。主耶稣特别在这里提醒门徒们，他说小子们啊，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对犹太人说过千载，我也只用对你们说。当然这一帮的门徒听了耶稣的这一番话以后，像是一个学生说了后，他们的心里是感到极其的困惑、忧愁和惧怕。也学生听了后，心里感到很艰苦，心中忧郁。为什么会困惑呢？为什么会忧郁呢？因为他们其实还没有明白耶稣说这些话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们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们忧愁，因心里忧愁，是因为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因为什么忧愁？因为一天讲主耶稣讲我去的所在，你不要去。他们觉得很惧怕，是因为耶稣要离开他们。因觉得真惊，真惊呀！因为主耶稣没离开伊。你想想，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有了三年多的时间，你想到这个，主耶稣跟你三个弟弟有三年时间，他们跟主耶稣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主耶稣建立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在他们的心里边，他们跟随主，他们其实是有所希望的。其实他们对主他们心里是有所不满的，他们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耶稣，他们觉得耶稣可以在地上来建立一个这个真正的这个以色列的国度。因相信跟主耶稣说要相信这地球要建立一个国度。当然，经过主耶稣不断的教导，他们知道，因为这主耶稣祷告是因说一怎样。其实主耶稣要建立的是天上的国度。因所谓讲出是天顶的国度。但是如今主耶稣要离开他们，总是现在主耶稣没离开伊，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的头，我们的领导要离开我们去哪里呢？就是说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教导没离开，已经叫没去到了呢。那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以后我们怎样呢？所以他们的心里是非常的这一个忧愁，因为心里非常的忧愁。所以主耶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就在这种情况里面，就给他们一些鼓励，就给他们一些鼓励。他对门徒们说，对学生这样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不能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你们信上帝应当要信我。主耶稣要门徒们凭着信心来面对内心的一切的困惑、忧愁和惧怕。主要说我爱家学生凭着信心所度掉忧愁的感觉，因为他们所信靠的这一位主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因为你所信的这个主是道路、生命、真理。事实上，就是说人因为不明白真理，因为人不明白真理，所以心里会有许多的困惑，所以心里有真正困惑。人因为不明白这个生命的方向，因为人因为不明白人生的方向，所以心里会有忧愁，就你心里会忧愁。人也会因为害怕死亡，因为人惊吓死亡，所以里面会充满了惧怕，就你心里充满惊吓。这一切人生的难题，这是人生的难题，都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得着解决，都可以在主耶稣里面得到答案。所以下面我们要来讲第一点，下面的讲头一点，信耶稣人生无祸，信耶稣人生没有祸。
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孔子是说自己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就能达到一个不惑的一个人生境界了。孔子那是讲家，你到了四十岁时就要到到无忧的人生的阶段。可是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拢是咱看咱身边的人。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过了四十岁，还是会陷入迷惑里边。咱所周围的，咱的周围的人到了四十岁的时阵，有缘要进入这个迷惑。甚至我们可能一直到老都还是有许多的这个迷惑。OK， 已经到年纪大，也是有这个忧心。可见呢，这个不惑绝不是因一个人年龄的问题。可见这个忧无解案的这年岁的阶段。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那像中国有一个俗语，叫做“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有志不在年关，无志在空活百岁。那如何才能不惑呢？安怎也无忧心呢？答案是需要得着真理。就这答案就是需要真理。什么是真理呢？什么是真理呢？我们记得当年比拉多也问过耶稣这一个问题。当年就是比拉多把问过主耶稣这个问题。但是在刚才我们所做这个经文里面，当时咱都讲说他的经文里面，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主耶稣，我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主耶稣在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也说过，主耶稣在祈祷时阵也捌安尼讲：“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对于信耶稣的人，对的信耶稣的人，主耶稣曾应许过我们。主耶稣不应允了，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认得必晓得真理，而且圣灵必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而且圣灵必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今天的世上有多少人不愿意来相信耶稣？今天的世界有多少人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可是呢，他们又想得着真理。可当时又要得到这个真理。那这样的人生怎么会不陷入迷惑呢？就是，那是这样，人生怎么会要进入这个迷惑呢？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或者有人会反驳这样说，没有耶稣，我耶稣，但我有知识有文化，我有知识有文化，我有地位有权利，我地位有权利，我有钱财有势力，我有钱财有势力，那可不可以做到人生不惑呢？是不是要做到人生不惑呢？答案是否定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圣经里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来见主耶稣说，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来见耶稣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他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好事才能得永生呢？可见这个年轻的财主对于如何得到永生这个问题产生了困惑。可见这年纪轻的人对这个来生的问题感觉有些。耶稣就对他说了，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应该守诫命。他问，他说，什么是诫命？什么是诫命？耶稣说，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能杀人，不能奸淫，不可偷盗，不能偷窃，不可做假见证，不能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若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若疼人亲像家己。那少年人说，那个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还欠什么呢？耶稣说，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你若是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你也去变卖你所有的，去分给别人，出分给别人，送向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就得到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要来跟随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呀，有的少年人听了解的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就忧忧愁愁的去了，因为他的产业实在太多，因为
也商家真多。因为我们看这一个年轻的财主啊，那看到这年轻的财主，从我们做人的角度来看是很成功的。哦，对，让人生来看也是很成功的。因为他事业有成，因为事业有成，为人处事也是无可挑剔。有人处事为人啊，真的无通挑剔。但是呢，因为他过于看重地上的财富，因为伊看重地上的财富，以致难阻了他来跟从主耶稣。伊得个难阻了，伊来信耶稣。所以他的困惑不能得到解决。所以困惑没有得到解决。呀，我个人的建议，这个财主啊，就可以学习一下撒该。那我一个人，我就按照来学习这个财主呢。呀，还有一个法利赛人。哦，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名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呀，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伊这个也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伊明显来见耶稣。请问如何才能进上帝的国？就要安怎要入上帝国呢？我们看这个尼哥底母，他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看到这个尼哥底母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而且有权又有势。以前有钱又有势。可是他仍然有困惑。这东西有关有困惑。他问如何能进上帝的国呢？要安怎要进入上帝国呢？耶稣回答他说：“耶稣回答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跟你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人若无重生，就未要见上帝国。尼哥底母说：“尼哥底母讲，人都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人若已经老了，要安怎重生呢？怎么能在？难道能在这母腹生出来吗？咁也要讲，就话不会不到里面个生出来吗？我们看耶稣说神国的事。”那看个主要说讲到上帝国的代志。尼哥底母却以人的头脑、地上的思维去想天上的事。用尼哥底母对伊地上的人物就是天顶的代志。你说怎么能不困惑呢？安怎也无困惑呢？但是这个尼哥底母呢，他没有停留在这个困惑里。当时这个尼哥底母无停留在这个困惑的里面。他非常谦卑的来到主面前来寻求答案。用谦卑的来让主耶稣面前寻求这个答案。我们知道他后来终于成为一个忠心跟随主的人。咱看后来一家就这个真忠心跟随主的人。我们发现呐、无论是这一个千年的财主。我们发现就无论这个尼哥底母的财主，还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先生尼哥底母，还是以色列人这个先生尼哥底母，他们的人生都有各自的困惑，因为人生有各自的困惑。但是解决这些困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解决这个困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相信主耶稣，就是相信主耶稣。尼哥底母的困惑能够得到解决，尼哥底母的困惑会得到解决，是因为他相信耶稣，就是因为他相信耶稣。千年财主的困惑依然还在，就是这个尼哥底母的财主，这个青年的困惑有关地的，是因为他不信耶稣，因为他不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兄弟姊妹，你的人生可否也有困惑呢？是不是你人生也有困惑吗？我们常常会问这些的问题。咱常常问这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对多少来？要往哪里去？对多少去呢？人活着为何会有苦难？人活着为什么有苦难？人为什么会活着呢？为什么会活着呢？人又为什么会死呢？人为什么会死呢？那人死后去哪里呢？人死后了去到了。等等，这许许多多的问题，真这款的问题，都是人类苦苦追求了无数的代的人都无法解答的问题，拢是人类苦苦去追求无法当解答的问题。但是我确定，当时我确定，作为基督徒的你，应该早已经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作为这你做信徒的你，应该已经知影这个答案了，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答案。因为圣经已经跟咱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兄弟姊妹，信耶稣，信耶稣，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人生就不再有困惑，人生不再被困惑。要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咱再看第二点，信耶稣，人生无忧，就是信耶稣，人生无忧虑。
其实人生的忧虑是 多方面的，人生的忧虑是多方面的，比如莫名其妙的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破病，突如其来的祸患，就其实做人来的祸患，生意上的失败，生理上的失败，事业上的抉择，就是事业上的转折，梦想的破灭，就是梦想的破灭等等，这一切总结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前方没有路可走。就家庭的事情，就是我们没得到前方的解决。当寸步难行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希望。寸步难行的时候，看不到希望，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也找不到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故而我们会忧心忡忡，所以我们忧心忡忡。那人生的道路在哪里呢？人生的道路，道路在哪里呢？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完美的答案。上帝一件最要说给我们完美的答案。主耶稣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是我借着我，没人会要到我父那去。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跟我们说，人类的道路最终是要到天父那里去，人生的道最终的最后就是一定到天父那去，而且在天国里面是没有忧虑的，总是在天国里面是没忧虑的。我们常常忧虑的都是地上的事，我们常常忧虑的总是地上的事情。主耶稣曾经说过，主耶稣怎么说过，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不能为生命，你不能为生命来忧虑，吃什么，念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生命不胜于这个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身体不胜于饮酒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你看天上的白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也不积蓄在仓库里面。那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比这白鸟更贵重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们有哪一个没忧虑也要等我寿数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衫忧虑呢？我何必为辛苦来忧虑呢？你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你看个野地来百合花安怎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让谁我跟您讲，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绝对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阵，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因所穿要不如这蕊花，这蕊花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因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这野地来草今天要地的，明天就丢在炉里。明天再好人就拿去火烧了，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上帝有时候给他这样的装饰，更何况你们呢？更何况是你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所以不能忧虑这样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穿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都是外邦人所说的。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所需要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的天父早就知道，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们，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不要为明天那些的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一天来担当就够了。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几个重点，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头一项，我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上帝是知道而且会供应给我们，就人最基本的生活上帝是知道是要供应给我们。我发现人、啊、常常忧虑的往往不是生活的所需，我常常知道人常常忧虑不是说我们生活上的需要，而是我们里面的所要，那是我们里面所需要的，我们的欲望太多，忧虑也就多，我们欲望受罪的这个忧虑也就会。第二方面，第二方面，忧虑不能加增人的寿数，就是忧虑不要给天人的寿数，更不能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这个不要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反而会加增我们的愁苦，反正要给天人的愁苦。
忧虑其实是一种很主观的情绪，忧虑是在一起情的主观的情绪，也是一种面对事情的态度，而且面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其实你可以忧虑，也可以不忧虑的。其实你也要谈忧虑，也代表不去忧虑。你可以用悲观的态度，也可以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你也要用悲观的态度，而且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这是可以做出主观选择的。这是要做出这主观的选择。第三方面。第三方面。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能为到明天而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自己的难处，自己来担当。假如有一个人，那是有一个人，他中学还没有毕业，一中学还没毕业，就为将来能不能上大学去忧心。啊，我心肝就想讲，会晓去上大学无？我心肝是来忧虑。刚刚上大学，都要上大学，又为将来能不能找到工作担心。是不是将来要找到工作来忧虑？才刚刚开始工作，都要开始工作，又为将来能不能养家来操心。那个时候将来是不是要养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安尼。人这一辈子可真够你操碎心的。那是这个人，那是安尼，这人一世人都是为着。我们为明天计划是可以的。咱为着。明天来去也是可以的，但不要为明天去忧虑。不当心，不为着明天也去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自己的难处，自己担当就够了。不要把那些难处累积起来。不当将这些难处给积起来。我们人的承受力是有限的。那人的受力是有限的。不然的话，你终有一天会把自己压垮。压倒的，不然就你有自己也要将家己给压倒了。第四方面，第四方面，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有时候在这跟人讲，你真正该忧心的是永恒生命的事情。你要真正忧虑永生的生命来忧虑。但是我们常常搞错了重点。总之，咱常常搞唔掉错。不该忧虑的这些地上的事情。不应该忧虑地上的事情。常常弄得我们是精疲力竭。常常弄到咱辛苦尽无力压线。该忧虑的天上那永恒生命的事。应该忧虑是天定永恒的事情。我们反而毫不在乎。让反正不在乎。等到年老体衰的时候，等到咱年纪大时阵，我们蓦然回首，咱按着两张去回首，才发现两手空空，然后发现讲两手空空，羞羞愧愧去见主的面，家己真见笑见主面，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应该的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叫做祷告、祈求和感谢。只为凡事祈祷、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将你所要的跟上帝讲，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上帝所赐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第三个我们也来讲，第三行第三点来讲，信耶稣人生无惧，就是信耶稣人生无惧怕。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人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不要惧怕的这一个宣告贯穿在整本的圣经里面。人看到这在圣经里面所记载说不用怕，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在旧约里面，在古约里面，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就这样话的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亚伯兰你不用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也对玛利亚说，天使跟玛利亚说，不要惧怕，不用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报给你大喜信息关乎万民的，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咱因为信耶稣基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就到他的里面胆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上帝面前，笃信不疑来到他面前。
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上帝跟我们说不要惧怕，实在是因为我们常常会惧怕，常常我们常常会怕。那我们到底在怕什么呢？究竟我们在怕什么呢？我们怕的事情其实有很多，我们怕的事情是很多，战争啊，怕战争啊，饥荒啊，饥荒啊，瘟疫啊，瘟疫啊，疾病啊，发病啊，贫穷啊，而且伤痛啊，孤单啊，而且孤独啊，等等许多的事情，这么多的事情。可归根到底就是怕死，归根到底就是怕死。想想看，想想看嘛，如果你连死都不怕了，若是你连连惊都唔惊，还有什么可以怕的呢？哎呀，还惊什么呢？可是话又得说回来，话讲到到呢，哪有不怕死的人？那我无惊死的人呢？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毕竟就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摆。人人都怕死，人人拢惊死，所以人人里面都有惧怕，所以人里面拢有惧怕。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害怕这个词语，就是圣经里面头一摆出现这个惊害怕这个字，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当时亚当和夏娃，当时亚当和夏娃没有听从上帝的吩咐，我听从上帝的吩咐，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吃了分别善分别善恶的果子。所以耶和华上帝来呼唤亚当，所以说耶和华来呼唤亚当，对他说，对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说，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在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怕了，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残了，我因为赤身露体，所以美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亚当他害怕这个死亡的惩罚临到他，我们看到亚当就惊到这个死亡的惩罚的亚当惊吓，这是我们所有人类害怕的根源，就是让人类惊吓的根源。要相信我们见过许多不信主的人，当时我们见过不信主的人，他们在健康活着的时候，健康活着的时候，总是给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是让人感觉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可是想不到的事情忽然临到他，当时想不到的事情临到他的时候，因为得了这一些的绝症，对对，绝症，在几次手术几次化疗下来，在这个手术化疗下来，你就发现他在疾病面前，发现的病面前，在死亡的面前，在死亡的面前，他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惊吓，甚至临终的时候都说，总是甚至在临终的时候说，我不想死啊，我想活着，我不想死啊，我要想活着啊。一个没有神同在的人，一个无上帝同在的人，独自去面对死亡，家己去面对这个死亡，实在是一件让人害怕的事情，实在是让人真惊吓的代志。但我们信耶稣的人不必怕死，总是咱信耶稣的人免惊，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因为主耶稣已经赢过死亡，已经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因为赢过这个死。关系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主耶稣已经对死来过完了，他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人，一切赐给我们。主耶稣说，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生命，复活在我，我在我，生命也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那当时这一个玛利亚和马大是信了主耶稣的话，当时这个马大和玛利亚听了主耶稣的话。在我们现实的这些的生活当中，也是有许多人信主的话，我们的圣诞节中也真正人听到主的话。当我之前在巴旦岛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这样勇敢的信徒，我觉得真勇敢的信徒，他是患了那一个胰腺癌，一些对胰腺癌，胰腺癌，一点胰腺癌啊，他在这一个在这个生命的这个最后的时间，就在生命的时间里面呀，我们去跟他有常常去探访他，常常去探访，跟他说，给他一些鼓励，
改过嘞。呀，这一个弟兄其实他之前是不信耶稣，以前是不信耶稣啊，他是他在这个患病的过程间啊，他信了耶稣，然后也信了耶稣。但是当我们啊，在他把这一个他的这一个病的这个严重程度，我们就告诉了这个弟兄了。而且你这病严重的情形就改讲，我们很坦白的跟他讲。我真坦白，真坦白改讲。呀，医生也是跟他讲过。这个医生来讲，可能这个疾病可能让你只能够在世上，可能还有三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身体就只有三个月时间。那我就当时我就很坦白的问他。而且这种我就真坦白改讲。呀，弟兄。兄弟啊。如果当有一天你要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当有一天你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你的心里会害怕吗？你心会怕吗？他的回答让我非常的惊讶。他回答让我真惊，真惊出来。他说，你说，我已经不再害怕。我已经不怕了。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因为我深深的知道，主已经与我同在。主已经跟我同在。他这样的一个回答，一直告诉你回答，真的我看不到是一个刚刚信主不久的弟兄所说的话。实在我不相信这个是对人信主的人所说的话。他能够这么勇敢去面对他人生的这个最后的阶段。他现在勇敢一个要面对这个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现在他的心在说话。呀，真的，一直到最后，他就是不久，大概是两个月左右。实在是到过了只有两个月时间，他就被主接住，就接回来。他真的一直他的家人，我们去看他的时候，都一直表现得非常的坚强。你看到他出来了，看到他非常的坚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兄弟姊妹，一个真正信靠主耶稣的人，一个真正信靠主耶稣的人，他是能够勇敢去面对死亡，要勇敢去面对。上帝爱世人。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甚至将伊独生子赐予世间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人，叫一切信伊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的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爱，在这个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因为有耶稣的同在，故此生无惧。在中国中华文化思想的这一个伟大的人，在中国文化思想里面，也是儒家传统的这个创始人，啊，是这个儒家传统的创始人孔子。孔夫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孔夫子不这样讲，他说：“知者不惑，知者不听，仁者不忧，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勇者不惧。”但是我们要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有知识，那是这个人有知识，却不认识主耶稣，却不认识主耶稣，只不过会给这些人增加骄傲而已。只不过让这个人增加骄傲。一个人如果有仁慈，这个人有仁慈，却不相信耶稣，却不相信耶稣，只不过虚有其表而已。不过是虚表而已。一个人有勇敢。这个人有勇敢，却不相信依靠耶稣，那是不相信耶稣，只不过是鲁莽和愚昧的表现而已。不过是鲁莽和愚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兄弟姊妹，只有认识耶稣，认识主耶稣，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依靠耶稣，依靠耶稣，才能真正做到人生的无惑、无忧，也无惧。这样会亲切最高。无惑无惧和无惧。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分享到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上高来祈祷。没有慈悲怜悯的天父，没有怜悯的天父，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的感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许多的人活在这样的一个忧虑当中，我们现在看到有这些人活在这个期盼当中，活在这个疑惑当中，也活在惧怕当中，惊的惊吓当中。因为我们经历的这一个瘟疫，给我们造成许许多多的这一些的苦难。我们经历这个疫情，解决困难。
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的解决的答案都在主耶稣里边。同时我知道一切答案都在主耶稣。让我们一起来信靠耶稣，我来参考来信耶稣，来跟随耶稣，来跟随耶稣，让我们的人生重生燃起这一个希望。我的人生我觉得不忙，让我们可以在他里边，我们在他里面，他成为我们坚固的依靠，我叫做坚固的依靠，成为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的磐石，让我们不再惧怕，我们不能免惊吓，不再疑惑，不能疑惑，也不再忧虑，不能够忧虑。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简单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下面让我们来唱第四首的诗歌。那咱们来唱第四首歌。下面是我们、奉献的时间。那现在是奉献的时间。弟兄姊妹可以、扫描这一个 QR 来奉献。对，我们要来兄弟姊妹参加来奉献。也可以通过这一个、银行的转账。要通过这个银行的转账。或者你是可以直接把你的奉献、转到我们的办公室。我家里要多高用信封多高就来办事处。下面是我们的教会的事项报告。有教会报告。有这一个月是我们的拆船月。这个月是拆船月。弟兄姊妹，你们的一切的拆船的信心奉献的这个表格可以在线上来填写。对吧，您这个红给你这拆船的表格要在线上来去填下。我们考虑到有一些人他不太会使用这一些的手机或电脑。安装要为难，不要安装，讲唔知要来安装下。要我们也可以通过去到办公室里边，你亲自去找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来帮你来填写这些。那要到教会办事处，请下办事处办公的人来帮忙。要第二个的事项。第一项。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五点，我们有双语的祷告会。礼拜三。包括点有双语祈祷会。我们是通过这一个 YouTube 在线上来直播。经过这个 YouTube 来去响应。欢迎弟兄姊妹踊跃的参加。欢迎兄弟姊妹踊跃的参加。还有最后一个的报告事项。最后一个的报告。每个礼拜二晚上的七点，我们有华文的公祷会。每拜二下午七点有这个公祷，有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Zoom 来参加这个公祷会。参加这个 Zoom 参加这个祈祷会。主你的连接我们可以找办公室，我们拿这个后面也要找我们办公室，或者是透过这个 VR 通过这个 VR 0895-20611、谢谢弟兄姊妹，我们的报告到此。报告讲
下面让我们一同来唱第五首的诗歌。来唱音第四第五首诗。请弟兄姊妹一同站立，我们要来领受从上头来的祝福。乐意赐福人的主啊，我们求你自己来恩待保守你的教会，你的儿女，你将你丰丰富的恩典来加给他们每一位。主啊，你也亲自来在我们中间，用你自己的力量，你的医治来帮助我们那一些在苦难中的人们。当他们在这个疾病的时犯疾病的时候，主你亲手来医治。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主啊，你给他们补足。主啊，求你自己在这个时候，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依靠。主啊，愿你自己的儿女在地上能够得到你丰丰富富的供应，毫无所缺。我们谢谢天父你自己的恩典。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